各位弟兄姐妹平安啊！这个星期天呢，我要跟你们谈到一个题目，叫做为圣殿寻根。我上次都讲过，教会不是圣殿，但是教会有圣殿的功能。我们这个礼拜呢，就从旧约圣经圣殿的所在地，根据研究呢，只有一个地方记在圣殿建造的所在地，就是历代记下三章第一节。我们再从哪些圣经来看一看，主要的不是它地理上的记载，重要从真理上来看一看圣殿的基础，让我们今天教会有什么功课可以学习的。好，礼拜天看见你哦。